大家好，我是傅妮，我今天要报的是台北市心理资源地图。那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求助会很慌乱的人，所以我想做一个台北市心理资源地图给就需要求助的人。那就是借助饮水地图的概念，这是我喜欢的跟心有关的图。那大概像这样，这就是饮水地图。那因为我们3月14号在 GMB 后勤中心公告，所以我们已经有进度。那就先感谢 CJ Wind。然后 Babies 0556，然后 JINHSUEH， 还有傅科，我看到有报名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来。还有 Michael Lee， 然后还有因为有做 Hackfold 也感谢 ET Blue。那这是原始讨论的 Hackpad， 跟目前做的地图已经是这样子。然后这是 CJ Wind 的 GitHub， 那这是 Babies 0556提供的台北市卫生局心理卫生地图。那我目前需要征以下的人，就是可以设计 icon 或 logo 的设计师，因为我们用的是原来蓝色的那个 icon。那我希望说，可不可以跟心理资源有一点相关？然后因为在收集心理资源，就是比如说身心科或者是心理咨商的诊所，我们在贴那个资料。如果说有人喜欢复制贴上，也可以一起来。还有说，如果对心理咨商服务有兴趣或参与讨论的人，也可以一起来讨论。那谢谢大家，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参加我们的 Slack 频道，就是 PSY Lab 一起讨论。谢谢大家，就这样，谢谢。